现在今年我们就是排队跟我们今年的奖项啊，还有数量都比往年多很多，我们就利用这个在排队的时候来排队，我们就把往年的就是把它摆在里面啊，水利铁的金阶呢里面说不定也有兔年的，也有虎年的，都有里面的那个套币啊，还有就是第一就是金戒指金手指哈，我有两支的，有一支的啊，还有现金哦，2000块1000块哦，所以今年的奖项大概总共有4500多项，前面4500几个人你在铁笼会铁到大奖元旦嘛，我们可以到10点，你10点之前来都一定有，我们发号码牌都一定会拿到你所要的这个题目哦，最起码你会拿到金的还是银的了哈，我们这个龙年的钱母，我们主人公今年的龙年哈，龙年这个钱母金木哦，跟往年都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做造型是用我们中部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关大师，关圣斌大师，他授权给我们主人公哈来使用。